所以今天我非常感谢所有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对我的支持，谢谢你们，希望大家对我的爱好像下来这首歌一样一直都在，谢谢。
他说因为这首歌曲从来没打过。其实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觉得一定会有反应，因为上来这首歌曲呢，我就跟他说，这首歌曲对虽然没有打过，而且可能大家听也没听过，但是这首歌曲是我为歌迷这20年来唯一写过的一首歌曲，是送给我的歌迷的一首歌。我跟他说，我相信我的歌迷会给我很多的鼓励去唱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会给我很多的反应，把我这首歌曲唱给你们听吗？